谢谢。晚安，各位。现在呢是下午的1点，然后这几天呢我都非常早的起床，超级麻烦。他是在矫正我的睡眠。今天为什么一开场就会在台中呢？因为我们要参加老爹的慈善，可能慈善播客网大会吧。反正我们就是关主来去跟其他的挑战者挑战，只要赢了的话。啊，没什么奖励的，那输了我们会去捐钱，把这些钱呢全部捐给慈善机构。那这一个活动呢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所以我愿意就无偿的过来去做帮忙。风好大，那我们现在先赶快去排站吧，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小时。你好，可以拍照吗？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先进去放东西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雪兔，嗨。哦，人好多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人也太多了。哎，小，你好，辛苦啊。给、欸、各位看，你是不是都没在看那个 VTuber 的啊？然后一起来，我有看那个，我很喜欢他那首歌。哎呦，还有这一个，这也是 Pickle 啊。我觉得我应该做艾诺尔。没有，因为我都是看重播，我没有看那个即时。哦，也是啊，我大多数也是追熟肉的，而且真是生肉。是吧？生肉看不懂，没有鲨鱼的我会去追，啊、因为他讲英文，对他英文还听得懂，然后你就可以还可以打英文，你要打中文那边会被干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被干是假的，就是他们会有那种。你讲中文会不会这种小圈圈自己干？对，优越。不知道干我自己国家语言怎么不能打？这里是英文牌，我干这么就全球平台，我怎么不能打？如果他们下面标注说可以尽量打日文的话，那还能，对，那算了。我就没讲，哎，是吧？真的，社团会公干。超级好，这一次奇哥、阿进啊，大家都来了。好，奖品区。昨天，哥，留一张彩豆，可不可以说卖我一张就好？你不要，我要全收啊！你不要留一张啦！我要全收。干，我都有一个说我要买，然后什么我要收。收啊，我全收、啊。一张就好。我无限收哎，无限。给我一张彩豆啊！这一次的人全图人物我觉得都蛮香的，还不错。雪兔这次带了两副牌组，所以就看对手要玩什么。如果他要玩喷牌的话，我就玩喷牌；如果对手想要玩这龟牌组，我就玩这龟牌组，就看你们想要玩什么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关主芝芝，隔壁的是阿静，然后右边呢是阿波雷的姚哥跟晨晨在那边。哦，好想要买那个桌垫哦，该死。好想买，好想要 Pickle 的卡套哦！没有啊，我就给你。Pickle， 我觉得从一开始大家不看 V， 到现在大家中毒了啊！他们已经蓄势待发了，开始了，在报名了。每一个人都会戴个口罩过来跟我们一起对战。啊，我觉得现在雪兔呢，其实。我很久没打主流了，这太久没打主流，我真的好不想打主流，可是无奈就是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奇怪的牌可以搞，又是主流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对手，目前呢，雪兔的战绩是输了2场，然后大概打了有7场上下。只是呢，有遇到达摩狒狒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，真的超猛，他太顺了，而且又克组。还有一场输是对上无极，因为自己的操作失误啦。
因为我这一套牌才刚组出来，没有太过于了解。等一下要再继续挑战者，然后刚刚有一个挑战者看到是要对决的，我可以换下一个了，直接摇头。我就我正是那个玩家哦，这个我那时候我有把所有牌组全部留下来，因为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玩。悲伤的，悲伤的一点。那我们也因为很多事情，那看大家有几点都在涨啊，因为很多事情的变化。最大最大。那他希望大家今天快结束了，希望大家。我还不用这招打过别人。希望今天有今天的互动，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谢谢大家今天参与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已经是 day two 了，你知道吗？时间呢，已经来到了活动当日的隔日早上十点，然后现在正在转运，在等待着搭车，因为我是搭十一点的车，我要在这里等一个小时才可以搭车。老爹他们还在睡觉，有一些事情真的不是在当下可以讲出来，但是我真的为老爹能60万订阅感到开心，而且他这次做的慈善活动我也觉得不负意义。起初在十几万订阅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有做一个公益活动，跟一客馆一起，也一样是 PDCG 的慈善活动。那时候雪兔有讲过一句话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既然我们都是生活在这边，那自然而然我们也是要想如何回馈帮忙啊，帮忙这个环境变得更好。那做公益做慈善其实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出发点，也有另外一种能力，就是做影片来去激励大家，让大家的心态得以往更好的方向迈去。但雪兔认为自己的影片并不是习惯做这方面的事情，几乎都是教大家如何来去反击，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大妥。期盼雪兔到达50万订阅的时候，也可以做一场不错的慈善活动，也能像现在这样子有多人的响应，然后再一次的回馈于社会。这一次帮忙的店家啊、排站啊，还有帮忙的工作人员啊、小猪他们啊，以及所有的关主啊、姚哥啊、芒果他们，都辛苦了。我们打了好多场，少说也有20-30场。那最后虽然只输了3场，但是在这一次的公益活动，真的不是在比谁输的多啦，就是来去跟粉丝们、观众们做互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OK。等一下回去的时候要继续工作了，继续剪片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雪兔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。有任何问题记得在下方留个雪兔，今天雪兔可以看到更多影片。我希望等下次再来台中的时候，我要来剪头发了。好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各位拜拜。